打四个字，准备好了。弹走可能在忙啊，弹走可能在忙，也因为我也今天突然决定的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直播，知道吧？我刚才我说直播的话就找他，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他在直播，我就直接连上他就干了，因为这几天他都没有直播，知道吧？他有点避免逃避我，知道吧？所以我是临时决定的，所以刚才晚上如果他今天晚上要直播，我就连他干，知道吧？然后他前面没有直播，他后面才直播的，然后我看到他直播了，他这几天也在准备好了，知道吧？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，没事儿。我们直播间7000多个人，8000-9000个人，打不赢他我们也热了，好吧？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，家人们？公屏上打四个字，准备好了，来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，准备好了，公屏上打四个字，准备好了。肉疼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今天晚上结果就在这一场 PK 了。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这把 PK 我会赢，我有这个感觉，家人们，我有这个感觉。这把 PK 我们会赢，我有这个感觉。多的不说了，咱们看结果吧。来，今天晚上支持我的所有家人们，前100名我都会截图下来，而且受抖音一号的，咱们直接点500个粉丝，直接上抖音一号就直接点500个粉丝，上嘉年华的，咱们直接点1000个粉丝，一口气啊！记住了，家人们，支持阿伟的家人们，而且以后今天晚上支持我的所有家人们，以后在互联网在抖音上平台，抖音平台上，只要家人们需要我的支持，家人们想开个直播，想要点流量，我直接给大家弄，好吧？谢谢我的水姐啊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你送来的40分机，先不要送好吧，家人们，咱们直接等一下开始的时候干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家人们，没有机会了，咱们先准备好子弹好吧，先准备好子弹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如果这一把输了，咱们就直接输了，一切计划都结束了，知道吧？他那边现在有9000多人，人多人少，气势不能倒，一个抵十个，咱们直接搂他，好吧？有点激动，放烟花，放烟花，开炮！来，家人们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子弹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打四个字，准备好了，来！一切的一切，半年到一年，那这个一切的结果就在这把 PK 上面啊。可能家人们觉得一把 PK 可能就一把游戏，但不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，这把 PK 何有必要，知道吧？所以输赢就在这一把 PK 上了。今天晚上能支持阿伟的，我不要以后了，我不要以后家人们给我刷礼物支持我，就要今天晚上。今天晚上这场 PK 很重要，家人们，就要今天晚上了，好吧？因为今天我自己，他自己不能刷，所以我自己不能刷，所以全靠粉丝们的凝聚力，家人们，全靠家人们的凝聚力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团结，知道吧？如果我自己能上的话，我直接杀100个 W 直接打他，但是呢不能上，我自己不能上，知道吧？游戏规则，如果我杀了他也会上，所以呢就打不下来，知道吧？他会有不同的手段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你们也知道，但是他已经这两天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肯定叫了人上的。我刚才临时准备，我是没有准备的，我是想我们给杨姐看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把礼物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准备了200多个 W， 真的看到没有？真的，只是真的没办法，知道不？用我的话开的，我们自己准备好了200个 W， 知道吧？
200个 W 看到没有，我们自己准备好了的。但是呢我的号都被封号了，所以我用五组的号给他打的，知道吧？然后五组的现在他的号他自己不能够自己杀票，知道吧？而且是刚刚我跟他说好了，他自己上他自己不上，所以呢我这边有我自己不能上，如果我这边我自己上了，等一下他不认就完了，知道吧？来，时间来不及了，阿紫帮他吗？阿紫帮他我们也不管了，好吧，我们先把他打一了再说，好吧。阿紫帮他我们也热了，其他的交给天意吧。来家人们给账号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准备好了没有？闭麦，不想跟你多说。我再跟你说一句话，你自己不能杀票，听清楚了吧？我的双手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你自己跟自己不能杀票，如果你自己跟自己杀票的话，我不认的。我没有上，我的号在开直播，好不好 ？OK。闭麦来。手机充电线给我一下。家人们，开始了，输赢就看这一把了。来，多的不说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。能把阿伟出一口气的，出一口气；能把阿伟一把的，就一把啊、哦！刚才三局两胜，他赢了一把，我赢了一把。今天晚上的决赛就在这一把了，以及一年到半年来的全部噎的这些气在心里面。就看今天晚上了，好吧，多的不说了。他是电子脑壳，我们不管他是什么脑壳，今天晚上能打赢他就是什么脑壳都不是了。我等一下指着他，我让他给我粉丝家人们道歉，我让他有些东西该怎么去做人，以后见到我的粉丝们，见到我的家人们，见到我阿伟，把头低下做人，就这么简单，知道吧？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能支持阿伟的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来，直播间9000人了，瞄准公屏上，只要是受抖音一号的，点500个粉丝一口气；受嘉年华的，直接点1000个粉丝，好吧？全部登记下来。放心，你们不要以为家人们，你们不要以为支持我，我不知道白支持了。你们放心，只要努力支持我，今天晚上能把这把皮给打赢，支持我的，我都会把家人们的微微加下来。接下来我该怎么回馈家人们的，我都会回馈。是的，家人们，我会加你们的微微的，知道吧？只要今天晚上支持我的家人们，我都会加大家的微微啊、哦，我都会截图下来，等一下会私信发给大家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怎么回馈家人们？我阿伟做人做事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我不会很差的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。感谢我杨杰。来，比赛已经开始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咱们这把 PK 无论如何直接给我搂他就行了。来，我七二七姐姐四姐，来搂他。家人们还有30秒过加成了，过了加成我们就直接搂他。翻倍，你们翻倍时间来了就跟我说。好，咱们来，现在咱们直接公屏上来拿跑车打他。来，现在拿跑车，来，三二一，来跑车给我走起来，必须要把粉丝给他压过去，跑车给我走起来。来，家人们，直播间9000人了，来跑车给我走起来。家人们，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，公屏让跑车给我溜起来，一路跑起来，把粉丝给他压过去。加成时间来了，加成时间来了。来，抖音一号，抖音一号，3、2、1，抖音一号给我上。七姐姐送来的私人飞机，来，抖音一号对面上来了。加成时间来了，抖音一号给我上！来，3、2、1，抖音一号给我上！感谢抖音一号，阿宝，不要，先喝口水。来，家人们，3、2、1，抖音一号上，抖音一号来，加成时间来了，抖音一号给我上，给我搂他，搂他。给我搂他！我的天哪！来，加成时间来了，上抖音号，来，家人们，上抖音号给我搂他！感谢我507姐姐送来的抖音号，开炮！开炮！直接搂他来！
来，咱们直接拿抖音号和嘉年华打他来，家人们，多的不说了，对面已经15万了，只有55分钟了，家人们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必须要把分数压过去，好不好？必须把分数压过去，我们不会输给他的。来，给我录他。来，感谢所有的支持分析，来，家人们。时间不多了，来，直接溜他来。驾车的时间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家人们，准备好子弹，直接又抖一号，又嘉年华，又跑车，又直升飞机溜他，又一条楼溜他，好吧？对面多少分了？最后5分钟冲刺啊，家人们！19万，多少费啊？19万，差了14万。不是，现在多少费驾车？还没到驾车时间。准备好驾车时间。感谢507，感谢我的好姐姐507，感谢四月跑车。来，时间不多了，家人们，感谢我杨姐。只有4分钟了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输赢的结果都在这把 PK 上了。感谢我蔡姐。我真的不想输给他，家人们，我真的不想输给他，真的不想输给他，家人们，我希望咱们全力以赴的好不好？真的不想输给他，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就这么一把 PK， 我真的不想输给他。直播间9000多人了，马上10000人了，感谢我笑眯妈妈来了，感谢我姐姐来了，我真的不想输给他。家人们，给我撸他！家人们，撸他！撸他个低狗脑！给我打他！感谢四人飞机，感谢我杨七，感谢我杨七，给我杀！开始了，来，只有3分钟了，给我打他！给我撸他！来，直接杀，家人们，来不及了，直接杀！家人们，直接撸嘉年华！嘉年华来，3、2、1，给我杀嘉年华来，家人们！这个时候直播间10000人，哪个人杀嘉年华，直接点2000个粉丝来！3、2、1，来给我杀嘉年华！用嘉年华打他！打他！来了！嘉年华来了！他来了！嘉年华来了，飞机来，直接点2000个粉丝来，瞄准送嘉年华的，来直接用嘉年华打他，只有2分钟了，家人们，只有2分钟了，对面24万了，来，家人们，不管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服输，我主要是上了票，我用我的号送不了，家人们，帮帮忙行不行？上，来，家人们，感谢所有的支持，感谢我们飞机。感谢我们12，来，家人们，时间不多了，只有2分钟时间了，我真的不想输给他，来，我不想输给他，哪个家人能不能给我杀个，嘉年华，感谢我云生姐姐来了，感谢我云生姐姐，欢迎我云生姐姐，欢迎我云生姐姐，龙，第一次，感谢我云生姐姐，来。时间不多了，家人们，对面25万了，我们才10万，来，咱们直接用抖音号打他，只有1分钟零40秒了，只有1分钟了，来，家人们，直接用嘉年华打他，直接用抖音号打他，来，我4321上嘉年华的，咱们直接，感谢我云生姐姐，感谢，我们直接。我吼不出来了，家人们，只有1分钟了，直播间10000人，只有1分钟时间了，家人们，只要是送嘉年华的，咱们直接点2000个粉丝，好吧？直接点2000个粉丝来，3、2、1，给我撸他，家人们，撸他，给我撸他，撸他，给我杀。时间不多了，家人们，只有50秒了，
只有50秒了，家人们给我留汤。家人们，你看他那个样子没有？家人们，我们不管怎么样录他。家人们，我的那个号被阿伟在这里直播，所以说没有办法。家人们帮帮忙，好不好？感谢亲家亲家亲家的抖音号。来，时间不多了，只有30秒了，只有30秒了，给我录他，只有30秒了，只有30秒了，给我打他，只有30秒了，家人们。只有20秒了，给我撸他，给我撸他，家人们，只有10秒了，只有10秒钟了，家人们加加油，撸他，撸他，撸他，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真的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。我都准备好礼物了，今天，气死我了！他用电脑上面，家人们，真的，我们都准备好礼物了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家人们，尽力了，已经尽力了。每次都打输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始终差那么一点。没办法，没上，我热了，家人们，我热了，因为这就是上天安排的，这就是上天安排的，家人们，我觉得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我热了，好吧。命中注定了，我也热了，我也热了，家人们，这就是命中注定的，没办法。我们全部都是凝聚力打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他肯定看，他肯定是叫人家杀了的，100%啊！我早知道我不应该冲在我的号上面的，知道吗？他100%，100%找人家上了的。如果只是他自己上的话，就打不过我的。我如果他不叫别人上的话，打不过我的。没事，家人们，输了就输了，没办法，我们尽力了，尽力了就 OK 了，没事儿。他肯定他自己没有上，但是他肯定叫他朋友上了。我以为公平公平公正，对吧？我因为我这个人，我也不想玩什么小聪明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想玩什么小聪明，我想呢，对吧？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就 OK 了。没想到会这个样子。没事，输了就输了，家人们，没办法，这就是命中注定的。这就是命中注定的，家人们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你赢了，对吧？事实。你确定没有？你确定没有？你没有叫你的朋友上吗？我问你啊，第二局我领先你10万票，第三局我领先你20万票，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你不懂吗？众志成城，
你不要给我讲太多的理由啊、嗯！你就说你叫你的朋友上了没有？我跟你说了，你就愿赌服输，行不行？愿赌服输，咱们没有加粉丝群了，咱们加粉丝群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肯定是叫你朋友上了的，上飞了的。我可能跟这个他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对吧？我愿赌服输，能行不？你当着你家人们的面，就像他们说的，我这里没有你那么聪明，所以呢，我认输，好吧？愿赌服输，对吧？嗯，但是你真的还是。希望你是不够耿直啊、哦！其实希望你消停一点，以后希望你消停一点，好不好？跟你玩的话是要聪明一点才行啊！我也是自己准备了，我自己出了一两百个 W 的，刚才也跟家人看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。